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红果果亲子游戏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拆了两个哆啦 A 梦的超大奇趣蛋。我们先把奇趣蛋还原到原形。好了，首先呢，我们看这个哆啦 A 梦的奇趣蛋里面有什么秘密呢？先来看看说明吧，里面有好吃的巧克力，不知道还会有什么秘密宝贝呢？来看看吧。这是什么玩具啊？里面有好吃的两块巧克力糖果。这什么玩具呢？看样子是一个手机游戏机。这是一个手机样式的游戏机哦。小朋友们玩过这种玩具吗？按一下后面的按钮，上面还有一个按钮，什么用呢？哦，上面一个按钮是喷水的，下面一个按钮可以转到里面的圆圈。把圆圈呢套在这个红色的两根红色的针上面呢，就算赢了。很好玩哦。里面有水水，看看最后一颗蛋里面有什么玩具呢？希望拆到不一样的玩具哦。啊，包装非常的紧，需要用力的挤压才可以打开哦。里面同样有两包巧克力糖果。这是一个玩具枪，里面呢赠送了三颗子弹，两颗红色，一颗绿色的。看看这个枪是怎么玩的呢？它呢也没有机关，没有装子弹的地方，应该是把子弹放到这里吧，这个枪头的部分，然后弹开，弹出去。这样子把子弹装到枪头的里面，用力的弹出去，试一下啊。就是这样子把子弹弹出去，就是这样子玩的。这个哆啦 A 梦的袋里呢，拆到了一把玩具枪，还有这是刚刚第一个拆到的手机玩具。好，小朋友，这期的拆弹节目就和大家进行到这里，节目就要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欢迎大家到我们的频道当中来收看更多的视频哦，谢谢大家哦，拜拜。